小伙伴们只需要拖一拖，点一点，按一按，不光纹身是你的，街道是你的，连跑车都是你的了。最近横扫 AI 圈的 Recraft V3 不仅碾压同类模型，在纹身图模型排行榜中突然杀出重围，以 9% 的胜率超越了原榜一大哥 Flux 1.1 Pro， 成为新王。Nobody knows this stuff out of them。这个让网友震惊，是什么模型居然能够超越 Flux 1.1 这么多，即使更新之后依然领先 3%。 这款爆火的图片编辑神器到底有多强，一起来看看吧。登录网站之后，我们先创建一个新的工作台，左边是它的几个主要功能，右边是工作调整区，鼠标滑动到上方可以看到每一个功能的演示都非常简单。我们先来演示第一个文字功能，点击右上角这个 frame， 在右边拉一个区域，然后点击上方输入文字，比如小 V 说2024年我们再写个 AI 科技盛会，然后再做一些基础的排版，再选择这个我们编辑好的区域，最后在左边提示词这里我们写上比如科技展览，选择这个最新的 V3 模型，然后点一下哒哒，一张海报就生成好啦。最贴心的是他会给你两套排版选择，直接把我这选择困难症患者感动到哭。其实这个功能它还具备合成功能，比如我们再拖一个区域，然后上传一张图片进来，把图片拖进这个区域，然后打上文字，比如董王，还是一样选中这里一整块，然后点击生成。当然如果你是电商行业，也可以把你的产品图上传进来，用它自带的抠图功能把产品抠出来，然后把图片拖进去，最后写上你想要的文案，最后用鼠标轻轻这么一点，这样一张产品海报也就做好啦。 Mockup 功能绝对是 Recraft V3 的亮点之一，它不仅支持上传自己的图片，还能一键把 logo、 贴纸或者任何设计自动贴合到各种材质上。举个例子，我们先让它帮我们生成一张跑车还有 logo 的图片，然后用抠图功能把 logo 抠出来，再把 logo 拖到跑车上，它居然能完美适应跑车的曲面材质。你还可以调整大小、角度，效果完全自动适应和匹配，像是专业团队精修的一样。来头脑风暴一下，我们上传一张人物图片，选择上方的 mockup 功能，把准备好的印花图案拖进去，这样咱们就有了一件带图案的衣服啦。然后我再把这个图案往手臂上这么一拉，哎，这不就变纹身了吗？接下来是它非常强大的图片编辑功能，比如说我们把事先上传好的墨镜给董王戴上，嗯，这样看起来是不是酷多啦？但是看起来还是不太和谐。别担心，我们只需要框选这两个图层，然后点右键选择 merge， 把图片合并，这样它们就变成了一张图了。然后选中这张图，在提示词上方点一下 fine tune 微调功能，把它的参考值拉到最高，然后在下面再写上一些提示词。好，我们点击生成，你看这样它就能自动生成一张和谐自然的图片了。既然董王都成王了，我们不得给无所不知的董王加上一个王冠呀，只需要点击上面的套索功能，圈出头顶的部分，输入提示词金色的王冠，就会生成完美契合的效果。想要一套风格统一的插画或卡片吗？ Recraft V3 也能轻松搞定，点击这个图像集，你只需要输入六个提示词，工具会自动为你生成六张风格一致的图片，画风统一，质量超高。更赞的是它支持导出为矢量图，无限放大也不会模糊，非常适合做专业设计。 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，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三连关注哦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